姐姐跟弟弟来吃 NU Pasta 了，他们先喝饮料，然后现在先上的是脆薯。NU Pasta 呢是被称为被意大利面耽误的薯条店，它的薯条很好吃。姐姐加油！天啊，好，好。这很烫哦，里面好烫啊！啊，是哦。嗯。你也反应太慢了吧？拿起来了，还是里面烫，外表不烫。那我要用。好吃吗，姐姐？我要一次烫两个手掌。哇，你变短了啦！用手拿，因为它里面很烫。谢谢。披萨也来了，好快哦，上菜速度蛮快的。好漂亮，好吃吧。哇，去吃拉丝呢。